刻的无声并非无语，心中的热血早已飞上九天。此刻的无泪绝非无情，眼里的火焰能把海水烧。我买你兄弟们的命，每一条50万，你有3秒钟的时间考虑。如果你答应的话，我们就接着干；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我们 MVC 总部就会选择新的合作伙伴了。好，我答应。但是我要的是黑金。还有，你先把款打过来。成交。立刻转款。查一下有没有钱到账。好的，老大，到账了。命令系令，立即行动。是，舰长呼叫鹰潮，行动结束。正在搜索巴摩尔的指挥所。是，明白。都他妈给我穿上！别逼着老子动手！队长有指示。喂，我是中原。什么？6号的情报？敌人打算使用人体炸弹？好，我知道了。队长，怎么了？敌人还有一步棋没有下完。根据6号的情报，木马组织在出发之前携带了大量的病毒人体炸弹以及防毒面罩，看来他们准备破釜沉舟，近距离在泼水节实施病毒袭击。那怎么办？泼水节上人口那么密集，根本无法辨别谁是恐怖分子。舰长呼叫大鱼，舰长呼叫冰河，舰长呼叫火箭，收到请回答。大鱼收到，请指示。火箭收到，请指示。冰河收到，请指示。恐怖分子打算利用人体炸弹释放病毒，立即改变作战方案。所有特战小组，立即驾驶旋翼机飞往前木镇上方，特别是搜寻人潮密集的街道跟广场。我会即刻前往现场跟你们会合。龙梦，留在这，继续搜寻巴木尔的下落。你有结果立刻通知我。是，队长。冰河呼叫舰长，我们已到达青木镇上空，等待与你会合。
团长，怕死就别干这一行。首领说了，每一位牺牲的勇士家属都能得到$10万的抚恤金，你们一辈子赚不到这么多钱。团长，各队员是否就位？收到，请回答。大约收到，请指示。火箭收到，请指示。兵哥收到，请指示。各队员动员一下人群，是否有可疑目标？大约呼叫舰长。人流太多，无法搜寻可疑目标。某某，把人体病毒炸弹的图片发送给陆登。是。舰长呼叫陆登，人体病毒炸弹的图片已经发送给你。通过你的拆爆经验分析一下。陆登收到。陆登呼叫舰长，从图片中看，真是一副设计精巧的炸弹马甲。左右各有测量密码锁。病毒喷射释放装置是德国产的 M23 型，属于世界一流的爆破装置。前后共有8根病毒试管。根据 M3 号的病毒实验报告，污染范围在30米左右。根据脱水节人群密度来判断，这样的一副人体病毒炸弹一旦爆炸，预计将有500人受到感染，之后交叉感染更是不敢想象。行动，告诉我这个炸弹马甲的缺点，最好是致命的缺点。等一下，队长，抓紧时间，敌人很有可能已经混进了脱水节的人群，随时会引爆炸弹。明白。陆东呼叫舰长，请注意图片中人体炸弹的爆破装置的接线插口是橡胶透插口，这种橡胶透插口容易拆卸，也不容易在剧烈晃动时掉线，但是它有个致命的缺点。我知道了，怕水。这个爆破装置一旦遇水就会短路，喷射病毒装置也就会失效，所以穿着这个炸弹马甲混进人群的敌人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是雨衣。冰河判断正确，敌人为了防止爆破装置遇水一定会穿着雨衣。而今天恰恰是泼水节，正常的人为了享受泼水节的乐趣，绝对不会穿雨衣。所有特战小组注意，立即寻找穿着雨衣行迹可疑的人员。我已经到达前门镇左塔上方，正在搜寻可疑目标。队长，按照你们的判断，穿雨衣的可能是引爆炸弹的恐怖分子的话，我们又没办法100%肯定，直接击毙是不是过于危险？当然不能直接击毙，必须活捉。我们虽然不能放过一个恐怖分子，但是也绝对不能伤及一个平民百姓，这是我们反恐特战队必须遵循的纪律。所有特战小组注意，一旦发现穿着雨衣行迹可疑的人员，立即扑上，必须活捉，绝对不能伤及平民。大鱼收到。冰河收到。陆东收到。萌萌，找到巴莫尔了吗？还没有。一旦我们阻止了他的恐怖袭击，巴莫尔就会露面准备撤退，这可能是你唯一能够发现他的机会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注意，怕死者杀，准备行动。冰河呼叫舰长，在广场位置发现3名可疑分子，准备行动。舰长收到，立即行动。黑牛，你负责9点方向。胶囊，你负责2点方向，12点方向交给我。飞机收到，胶囊收到，往那边飞。抓到一个。
警戒，继续地面搜索。谢谢。什么？被抓了？西林呢？哥，怎么了？行动失败了，准备撤。啊？准备撤。哦。车站还没来啊，打电话催。是，头领。特战队狡猾得很，很可能已经锁定了这里。白毛呼叫舰长，发现巴木尔，地点是青木镇纳布塔拉度假酒店，时间是3分钟前。舰长收到，所有特战小组注意，你们继续搜寻可疑的恐怖分子，我去拦截巴木尔。某某，立即带队前往酒店方向跟我会合。白毛收到，白毛立即出发。喂的。青木镇东北方向，纳布塔拉度假酒店，快！是，队长。雪茄呼叫舰长。青木镇上的所有可疑分子已被清除，没有发现其他可疑分子。舰长收到。舰长，发现目标。小静，准备射击。舰长呼叫大宇，巴莫尔不见了。完成任务之后，立即率两支特战小组前往青木镇17号公路木兰广场附近增援。具体位置，我让毛毛发送给你。大宇收到。这个地雷没完！好疼啊！哥，你不要管我了，你快走，你快走啊！这里一个命令，走吧。小心。
你被捕了，你涉嫌操控多起恐怖袭击，从现在开始被正式逮捕了。哎，总队长，也许咱们可以商量商量，说吧，放了我500万是1000万。做你的春秋大梦，反恐特战队如果能被收买，那这世界早就是你们的了。 赶紧跪下，接受中国政府的制裁，要不然我就开枪了。我刚刚有算过了，你开了几枪，里面应该没有子弹了吧？ 总队长，想让我死啊？祝你的雄创大梦吧！去死吧你！队长！别管我，去追班波！队长，队长，你怎么了？ 慢呼吸减弱，血压46/脉搏56，多巴胺自然毫克进退，血压90.64，脉搏62。赖院长，跟我来。赖院长，中原怎么样了？没事。你先好啊。现在有没有恢复啊？他现在心理情况什么样？放心，放心。有没有什么事儿啊？参谋长，咱们单独谈谈。 中原体内的病毒单位失控了，现在又在成倍的增加，作为投射反应，体内的 TUM 值也增加了 3.5倍。有危险吗？暂时没有。中队现在的身体状况极不稳定，再加上潜在的传染风险，我觉得他已经不适合继续再执行任务了。中原活着回来了？嗯。 没错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也就不明白了，你说一个携带着病毒、随时有可能发作的人，还派他出去去执行任务，当然死的了呢。多亏中原没死在境外，要不然咱的计划都泡汤了。不要低估了中国军人的作战能力，中原他活着回来，我就放心了。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。 赵建平很快就会发现中原身上的TM值超标了，到时候，瑞九的研发离成功就不远了。但是咱们 M3 实验计划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，他们的作战计划好像是都针对 M3 溶于水的特性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就是怀疑赵鑫是反恐特战队的人。你就那么肯定？ 合成 M3 那天的晚上，咱们的实验室不是撞见他了吗？况且要想想他的背景，他在退役之前就是部队的生物医学专家。我现在考虑的是，赵鑫是瑞九的负责人，就是其一其二，他的丈夫中原是我们的实验对象。在证据没有确凿之前，我不想动他。不是。 这全世界能研究醉酒的人，只有他赵建平父女俩吗？屈指可数。
那我也怀疑他是特战队的人。如果他真是，咱们不但前功尽弃，有可能连命都搭进去。如果他赵信真是内鬼的话，我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。他现在在哪呢？在医院，他可能怀孕了。我已经安排人盯着他了。验孕棒的结果是正确的，恭喜你啊，你就要当妈妈了。好了，别哭了，这是好事情啊。你呀，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好好休息，要注意营养的均衡，还要保持情绪的稳定。哎，对了，你之前服用过叶酸吗？没有。那这样吧，我先给你开一点叶酸，你一定要按时服用，这样对孩子的神经系统发育啊会有好处的。刘主任，您这位患者是叫赵鑫吧？是我，请你跟我去做一个 B 超检查。不用不用，这么简单的诊断我还做不了吗？ B 超可以一个月以后再做吗？哦，这是方院长让我过来请赵鑫的。哦，好的。赵鑫，仲元回来了。是不是仲元受伤了？没有，只是他体内的病毒又复发了，还好控制住了。病理报告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我一会儿以加密的材料发给你。嗯，只是仲元要在医院里边观察几天，过些日子就可以回家了。参谋长，以他现在的状况还能继续执行任务吗？这要看最后检查报告的评估。哎，对了，听说你怀孕了。嗯，这是老天爷的恩赐，是鹏鹏想妈妈了，我觉得他要回来了。赵鑫，你和钟远两个人为我们的反恐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，我代表全体特战队的官兵向你表示感谢。参谋长，你别这么说，我没事的。哎呀，虽然我们生在和平年代，但是恐怖主义和敌对势力的确是极其狡猾的。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就是守护国家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，但我知道你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。你吵醒我的好梦啊。春梦了无痕，你也该醒醒。说你梦见谁了？我梦见我亲手割下了巴木尔的头。你就这么想让我哥哥死？不是我想让他死，是有人天天想着我死。你倒挺直率，你是谁的人？我是谁的人重要吗？重要的是我现在还活着，那是因为我还有被利用的价值。等到哪一天你们真掌握了你父亲留下的全部势力，也许就是我陆豪寿终正寝的那一天。如果真到了那一天，你千万别跟我用这个，跟我来个痛快的。
让我退出现在执行的任务。对，你肚里的孩子现在比什么都重要，我们不能再让你承担任何的风险。不行，现在恐怖分子的活动这么猖獗，包括中原在内，每天都有人流血牺牲，而且现在我还没有搞清第一公司的底细，我不能这个时候撤出来。敌人的泼水节和偷渡计划失败以后，他们肯定会怀疑到你身上来。作为你的直接领导，我有这个义务保护你和孩子的安全，这也是组织的决定。可是如果我撤下来，咱们的 DK 公司就没有内线了。这个你不用着急，我们会有其他的办法。你现在是孕妇，必须要撤下来。可是没什么可是，执行命令，你现在要回去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的状态，准备迎接这个新生命的降临。泼水节计划惨败，你哥哥是不是急着要抓住内奸啊？ M3 实验的那一晚你把我给灌醉了。我把你灌醉了？你庆幸吧，大小姐，你现在还活着。你以为我傻呀？ M3 计划行动之前，你哥哥彻底把我屏蔽了。意味着什么？除了不信任我，就是要卸磨杀驴。还好那天晚上你是真的喝醉了，不然的话，我真有可能把你扣下来当人质，远走高飞。你现在还有命跟我在这说这个？你就这么没有安全感吗？你有？我有。那说明你无知。这个机体的每一个人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，攥在手里的每一张钞票都沾满了血腥味，我连铜臭味都闻不到。我有时候在想啊，我一天到晚的卖命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有命赚钱还得有命花呀。苏雅，巴摩尔叫你。你保重。别让我抓到你的把柄。在巴摩尔的手下混日子还他妈真不容易，我真想让你死，你绝活不到今天。你觉得陆好不像是特战队的内线？对呀，我就觉得他像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小白鼠，一个介于其主间不得志的受气包。苏雅，你的话情感你说太多了。行动的前一天你的确被他灌醉，我怕你眼睛已经瞎了。我的眼睛瞎了，但是你又没瞎。有能耐你就自己查去呗。喂，我们行动一次一次失败，身边不是老头子的底细，这是随时来自福特战队，我天天就剃了头睡觉的。你不是很享受这样的生活？老头子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我，我们在主流社会连个堂堂正正的身份都没有。我享受这样生活，我也选择了，我没有的。哥， M3 实验计划到底是谁泄露的消息，我会继续的查出来。至于陆浩，如果你不想让他死，你不准给他背书。哥，你把我灌醉那天晚上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就是看着你睡觉什么也没做。活色生鲜娇艳欲滴的美女在你面前，你竟然什么都没做啊？你现在做也来得及。好玩吗？有意思吗？你是不是特战队的卧底？你最好把手枪收起来，你不适合这东西。你杀过人吗？你说对了，
你是一个活色生香的大美女，但是你让我提不起兴趣。我的生理问题源自于你的心理问题，我不是你发泄压抑情绪的垃圾桶。既然你下不了手，你就不要在我这面前硬撑着张腿一个杀人狂魔。自从干上这一行，我陆后就没想着能活着。你说的没错，你活色生香，娇艳欲滴。但是我在想，像你这个年纪的女孩子，是不是应该过正常人的生活呀？去商场里购物，喝喝下午茶，到咖啡厅里喝喝咖啡，谈谈恋爱。别说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不管你是怎么想的，这个鬼地方我是再也不愿意待下去了。而你呢，你这朵美丽的鲜花，是不是应该在没有凋零之前为自己想想出路啊？你为什么这么对陆浩？破碎姐计划，我差一点被特战队点了天灯。不查出那件，下一个死可能就是你的。你的意志力让我担心，在蛮荒之地，只有兄弟法则。走。辞职？对，这是我的辞呈。为什么呀？公司才刚刚步入正轨。是因为待遇的问题吗？如果是因为待遇的话就好说了，你有什么要求和条件尽管提。不是，江寒，其实我特别想在公司帮你的，但是我现在怀孕了。这是好消息啊。嗯，所以我就想。没有所以，你也知道咱们的实验室的这个安全等级是最好的啊，没有辐射又没有感染的危险，我觉得跟工作生孩子没有区别啊。其实我觉得在公司拿这份薪水心里面多少有点不安，再说现在 Z 九有爸主持， M 系列的实验室也有胡可，我就想安安心心的在家等待做一个妈妈，毕竟我以前亏欠孩子的太多了。是我不够体贴，我应该理解你的心情。这样吧，不过这份报告呢，我先帮你签了。谢谢。不算你辞职，公司付遣散费。那不行，咱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了，你别这么客气。谁跟你客气啊？这是做师哥应该要做的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等你孩子出事的时候，我要做他的干爹。好。那我去人事部办手续了。行，来。小罗，赵鑫这个时候选择辞职，什么意思？辞职？那也不能证明他就不是特战队的卧底啊，也许这就是为了怕暴露身份想的金蝉脱壳之计呢。不管赵鑫是不是想金蝉脱壳，他都很快会回到工作状态。他不是要回去生孩子了吗？你很快就会明白了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说我们又要有孩子了？是鹏鹏回来找我们了。你好好养病，争取早日解除隔离，咱们一家三口就能团聚了。到了到了到
对？听说我们马上又要有个大侄子了，他一定跟你一样健壮。哎，谁说是男孩？说不定啊，你们是个小美女呢。切，还是生男孩好，哪像你们这些个女兵。喂，你再说一遍，女兵什么时候拖你的后腿了？就是啊，不行，咱俩出去练练。好。小伙子，这会儿咱可不能服软啊。那个毛毛，我错了。这会儿什么错呀？就得练，行，就得练，练练。干嘛呢？你们把这当菜市场，给我出去。走吧，走吧。你都先回去吧，等我出院了，我白酒，咱们爱怎么闹就怎么闹。好嘞，好嘞，好。我们先走了，走走走，改天再来看你。等我喝酒啊。喝酒？喝什么酒啊？你问问赵医生，给你喝酒了吗？现在还不能喝酒，哎，不过现在看问题应该不大了，爸爸已经找出解决病毒的方法了，你别着急，抑制血清马上就好了。不用为我操心了。而且啊，我对老丈人的能力那是相当的有信心的。少贫嘴了，都生病了还贫嘴。吃饭了吗？恒温保养箱里有早上的三明治。爸，大家都知道您今天的成就源于您的专注，但是你也得注意身体啊，得按时吃饭，按时睡觉。谢谢啊，这是中原体内病毒蛋白的数据，这种病毒没有传染的可能性，人体病理反应可控性差。但就中原现在的症状发展来看，不容乐观了。所以我们 Z 八的研究必须争分夺秒。对不起爸，我也没帮上什么忙。嗨，每一项科研项目的推进都离不开基础数据的积累，没有量的积累怎么会有质的飞跃呢？你和其他实验室的工作都很重要。爸，我今天已经提交辞呈了。辞职？嗯，我怀孕了。真的？嗯。所以我这段时间只能在家里好好休养，准备等待这个新生命的降临。好好好，你可以把手里的工作向骨科比较一下，我支持你的决定。另外 Z 八的研究也快突破了，所以中原体内的病毒你不用担心。 DK 的 Z9 是 Z 八的后代，恰巧这个项目正好在我们的流程里。是啊，还挺巧的。是啊，我这可不是利用公共资源为自己的女婿谋私啊。相信我们 Z 九的问世也为时不远了。怎么关了？是啊，他们对未出生的婴儿还充满着希望，实在看不过眼。您是说赵鑫体内的婴儿就不会降生？成大事必须有人要做出牺牲，你说呢？中原体内的病毒，如果赵鑫发现他再次失去这个孩子，他会为他的老公中原义无反顾地回到工作中去。你就不怕他真是特战队卧底？你就放心吧，我已经实施了对赵鑫的甄别计划，他很快就会发现他的第二个孩子将会胎死腹中。你现在的任务啊，就是安心的养病。你们知道我养的是什么病吗？这不正在查吗？我出现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我心里很清楚，不是我有什么病，肯定是敌人在我被俘的时候做了什么手脚。要相信我们的医疗技术，相信我们的医生，一定会查出来的。我不是心病，我现在开始明白敌人为什么不杀我。我想组织上也会有这个判断，我没那么脆弱，参谋长可以告诉我真实的情况。如果我的状况真的是不可逆转的，你放心，
我不会悲观。与其让我在这不明不白的等着被救命，不如发挥我的专长，让我去取了八木那条狗命，那样才不叫亏本。八木那条狗命，值得用你去拼吗？你一个猎鹰特战队的主官，怎么能这么思考问题？那就在我眼皮底下跑了，那对我是奇耻大辱，我觉得自己很窝囊。坐下。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，就算你把八木抓了，木马组织会不会再派一个新的八门？没错，他是跑了，可是他跑得了今天，跑得了明天吗？俗话说得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所以你现在什么也不要想，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，哪儿都不准去。从此我的心只属于